假如生肖决定放假天数，你属啥？你傻吗？长耳朵兔子啊！我还以为是狗呢。放假三天，还不会我回家的。没事，我帮你。我一定会回来的。我属猪，我看得出来。我还以为你傻呢。你放假一天，凭什么？怕你在家里乱吃，来学校减肥。切，早晚把学校吃光。那你也算厉害。龙飞凤舞，龙凤呈祥，龙马精神。赶紧闭嘴，知道你属龙。我这么低调的。你放假零天，我属龙不应该放假100天吗？可惜我昨天刚学了降龙十八掌。哎呀，你不讲道理。我就是道理。我属鼠，放多久？放4天。才10天？不是10天，是4天。什么？14天也行？什么14天？就是4天。哎呦，94天，真好。你是250，是4天，懂没？懂了，254天，老师再见。果然够狡猾。你会不会武松？不会啊。那就行，我属虎的。哟，百兽之王啊。怎么样，我可以放假多少天？你放假80天。哈哈，那我先走了。别急，我还没说完。我可是属狗的。你属狗管我什么事？不落平阳被犬欺，少来这套。我不管，说好80天的。这可不行，把你地址给我。你干嘛？反正你放假也无聊，我来给你补课。假如放假天数由体重决定，我怕给你压坏了。跟你说的跟纸一样，体重5斤，我吃顿饭都不止5斤。小瞧不起人，变身。你以为你是奥特曼啊？奥特曼都没我厉害。体重10万斤。哎呀，你放假10万天。到我了。你在家时吃了啥？我这是练武功呢。赶紧上秤。体重1万斤。你这啥功夫这么厉害？没见识，这叫金钟罩铁布衫。关你懂什么事？当然没关系，我是猪猪侠，本来就怪。下一个。终于到我了。你这是啥玩意？我这是人一体式行动营。说人话。钢铁侠机甲。你这是作弊，赶紧脱了。我这是保护自己，你像我这么帅，万一出事了。真不要脸，上秤。体重30万斤。放假30万天。咋都会变身了？不会变身还不赶紧上秤？体重10万斤。你也会变绿巨人啊？我不会啊。那你怎么这么重？别急，有人遇到危险了。老半天原来是超人，厉害了。这算啥？我知道你嫉妒，换我也行，看着。哎呀，你这真厉害。警报警报，体重超标。哎呀，你这秤质量不好啊。没事，你直接毕业，顺便带老师飞一圈吧。小问题。哎呦我的妈，飞多久？飞多久？假如肌肉可以当钱花，来200个汉堡，把你肌肉亮出来瞧瞧。不就是肌肉吗？给你。我说的是你身上的。哎呀，早说嘛。就你这理解能力，能长大真不容易。我理解的能力还行啊。赶紧滚蛋，把最贵的都给我。就你肉都没有，信不信我把你拍墙上。哎呀，金刚芭比啊。支付成功，200斤肌肉。快关门，起风了。行，看你还嚣张不，等我长了肉再来收�拷你。东西都不要了。来100包辣椒。没有。你当我眼瞎啊？你自己瞧瞧，全是肥肉。肥肉也是肉。我要的是肌肉。那你给我等着。10分钟后。你咋又来了？看清楚，现在够不够？哎呀，大顾客，锻炼的这么快啊！少废话，给我包好。支付10斤肌肉。来个馒头。真晦气，赶紧走。你什么意思？你都瘦成竹竿了。我就是因为没吃饭才没肌肉。先有肌肉再来买东西。你先给我吃，我有了肌肉就还你。爱买不买，不买就走。你怎么说话呢？小屁孩别捣乱。你信不信我把你店全买了？就你，我一巴掌都可以打飞。切，变身。你要不然来试试。哎呀，我错了，这家店全给你。切，我还瞧不起了呢。我们走。假如12生肖决定武魂，谁先来？我属猪。给你饭桶武魂。凭什么？我要吐。看到你就想吐。我要做小舞。我看你是想跳舞。嘿嘿，老师我属牛。跟你说的武魂，我要后天锤。你长得像个锤。我才不去除大山。谁让你胖得像座山？老师你太过分了。都闪开。嚣张啥呢？我属虎，是什么武魂？切，给你猫武魂。搞笑呢，我要白虎武魂。就你连猫都打不过，白虎才配得上我这个帅哥。我看你长得像个蟋蟀哥，信不信我投诉你。别别别，给你白虎。这还差不多。咋都没个好武魂？少废话，你属啥？我属鸡。属鸡那给你麻雀武魂。你是跟我开玩笑呢？逗你，我是狗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属狗的。被你发现了，赶紧给我凤凰武魂。就你根本不配。我这就去找校长。行，随便去，反正校长出差了。赶紧下一个。到我了，我属龙。你说你耳朵有点聋吗？你是不是耳朵有问题？哎呀，你身体有问题就赶紧去看病。还跟我装，校长就在门口。别叫我，给你蓝电霸王龙武魂。嘿嘿，我逗你的。哎呀，我怎么就上当了？我回来了。行，我还是不给你。等着接电话吧。哟，这么厉害。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，敢欺负我的儿子。哎呀，我错了，你听我狡辩。假如按奖状数量决定放假时间，都让开。哪来这么多奖状？切，我把家里的全搬来了。居然还有秦始皇、太太、太太、爷爷发的奖状。没见识，我可以放多少天？你放假零天，凭什么？这又不是你的奖状。到我了。奖状呢？切，看清楚。就这。这可是宇宙限量一张。说半天还是就一张，放假一天。这不公平。不公平就去找校长。我要多少？有多少我要多少。等着。一个小时后。来，够不够？哎呦，你哪来的这么多？少废话，我放假多少天？先别急，你这奖状咋全是空白的？当然是新的，我刚。刚刚在楼下买的。好了，全部成功，把你家长叫来。不就是奖状吗？可惜你没有。少瞧不起人，看清楚。想不到你有这么多。虽然我学习不行，但是我体力好啊。难怪全是扫厕所大王奖。你不管是什么奖，放多少天？放假100天。哈哈，溜了。切，得瑟啥？好了，开始上课。我还没有拿奖状呢。你又没奖状，放什么假？谁说我没有？拿出来瞧瞧。太好
你这啥破玩意？没见识，这是女娲造人的时候给我祖先的。接着吹，一天天的。你还不信？你看。哎呀，女娲娘娘想明了，你直接毕业。假如腿毛可以当钱花，给我来一百斤辣条。这里一毛不拔铁公鸡，信不信我用手指扎你？这就给你刮了，拿去，看你还怎么扎我。多准备点，下次我还来。给我来瓶水。没有，我不瞎，这不就是。我也不瞎，腿都反光。来，仔细看，还是有一点的。就这点，我都瞧不上。求求老板，我三天没喝水了。真会气，送给你了。有没有芭比娃娃？有，你有腿毛吗？废话，当然有。我才不信，亮出来瞧瞧。看清楚，比你头发都多。哎呀，大顾客。现在我可以拿走了吧？别急，你这有问题吧？我看你才有问题。敢拿胡子来骗我，信不信我收拾你？哎呀，被发现了，快溜。把最贵的拿出来。你好意思吗？我哪不好意思，你这腿比镜子都光滑，还好意思让我拿最贵的？少瞧不起人。腿毛刀都刮坏了，毛都没有。羞死了。呜，你这店多少腿毛我全包了。行，需要100万腿毛你有吗？什么态度，看清楚。哎呀，你是不是冬天都不用穿秋裤啊？少废话，先踢左边的。好嘞，东西给你，慢走。赶紧进货，天气热，该把毛裤消费了。假如按手机电量打饭，把你手机掏出来。切，看清楚，有100%电量，给你。怎么才一个馒头？把你充电宝拔了。哎呀，只有1%的电，有馒头吃就不错了。这盆大龙虾是我的了，口气别这么大。最新款香梨十包，见过没？没见过，长见识了。少废话，拿来吧你。给你，再送你一盆老坛酸菜汤。哎呀，谢谢老师。那我999台香梨十八可以吃啥？吹牛都不打草稿。切，这桌上的都是。那这些你全端走。这还差不多。别急，你这些手机怎么都不能开机？这是因为没电了。你敢用模型机来骗我？被发现了，快溜。赶紧，下一个。我可是100%电量。充电宝拔了。看清楚，我这不是充电宝。你手机电池这么大。切，我这可是最新发明。哟，你手机在冒火花。正常的。一点都不安全，飞的人都看不见了。还是看我的吧。下班。你什么意思？就你买得起手机吗？少瞧不起人，看清楚。你这啥手机还发光？这可是最新款无线宝石手机。切，吹得厉害。10%电量的手机你见过吗？哎呀，你把手机送我，我这一车都是你的。切，我才不傻，这盆给我就行。我还不稀罕呢。假如人人都有测谎仪，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。看来还好。又考全校倒数第一。老师咋又撒谎？哎呀，就考了第三。全校第一，我们真厉害。有你什么事？拉后腿的。但是是你咋口这么好？我就随便做的，我都没复习。切，装什么装？哎呀，我只是努力了点。羞死了，我学习可认真。学霸的世界我们不懂。我回来了。臭小子多少分？还没出成绩。我看你是欠寿食了。哎呀，我肯定是100嘛。还不说实话。就80。60。59。居然还没及格。老爸把你皮带收起来，我考了19。好啊。呜呜，我考了1。谁教你撒谎的？你呀。放屁，我从来不撒谎，偶尔一个善意的谎言。老爸别说了，你屁都快炸了。亲，我当年可是100，你咋不学？至少我可以及格。换谁都不信。不提这个，滚去写作业。今天没作业。还敢骗我。呜呜呜，我这就去。赶紧写，我还有事，出去一趟。